你小这儿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。降雨，明白，启动四不像飞船的收容模式。 漂亮的火莲，我还想拿来收藏呢。妖狐纠集，在，纣女王陛下，你的一切是我的，没我命令，不准动用力量。这样好吗？那火莲可是……闭嘴。 知道了，问题出在土行星系，我让管理那儿的崇光解决，行了吧？ 区区琐事，交给那些星猴就好。嗯，星猴那是什么？哎，江鱼。哦，这是阴帝国的组织结构。首先是管辖领地的领主，夜叉更龙就是其中之一。在那之上是统治五大星系、拥有庞大战力的五名星猴。比如土行星系的星猴，就是恶龙人的霸主，北龙王崇光。 然后位于顶点的，就是宇宙大帝众月王。金木水火土，原来还有这么多星系啊！对，杨天是天狗星人，而我是灵龟星人。昆仑的成员都来自各个星系。啊，他我能看得出，可你……哪像乌龟啊？别看我这样，其实我76岁了。什么？您是老爷爷？灵龟星人生命力旺盛。 76岁，也就和我们差不多。继续。真麻烦。阴帝国占据宇宙，就算是昆仑也无法正面抗衡。想打败他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嗯、啊？什么声音？是九万号。陈塘村的各位不用担心。 昆仑会带你们到安全的地方生活。哇，真厉害！喂喂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九万号，昆仑在荒漠之星的移动基地。基地。放心，接走大家后，九万号会马上隐蔽。啊，还好及时联络到你们。不过江鱼，你们风神小队真要单独行动？这次是隐秘行动，以最小影响找到目标，人多反而麻烦。 也是，那你们就加油吧，风神小队。我们会成功的。随时联络。阿仲村长，大家都已经上船了。好啊。不过小扎哥哥，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李小扎的身体是我们的东西。 如我所料，是的，崇光大人，有我天才科学家神机在，计划保证成功。哟，崇光，究极大人，有什么事吗？最近昆仑在土行星系闹得挺欢嘛，你这星猴就没点表示？放心，我部署好了。 霍然小子及其同伙，一个也逃不了。
火脸小子，真可爱。你起名字的品味不错嘛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记，周聂王托我问你封神积木呢。抱歉，传说中的封神积木 我没有找到。没事了，反正周聂王又不是生我的气，在恶龙一族被他灭绝前，你就好好努力吧。去发动计划，火脸小子就是关键，一旦命运转动，封神积木唾手可得。是，冲光大人。啊，那你们唯一能打倒阴帝国的办法就是封神积木？没错，那是在创造宇宙的大爆炸中诞生，封存着神之力的能量积木。传说封神积木有28块，它们失落宇宙各处，每一块都有撼动宇宙的力量。可这不是传说吗？昆仑已经找到一块。什么？难道说……对，你现在的身体就是用封神积木制造的仿生人躯体灵珠。不断收集封神积木，把灵珠变成最强武器，这就是昆仑的封神计划。封神计划，只是没想到灵珠竟然和你融合，再也分不开了。没事，我来当这最强武器，区区阴帝国，我一个两个打飞他们。够了，让你上船不代表你是我们的一员。啊！从现在起，你要24小时待在飞船，避免任何危险。我不怕危险，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。这等于把灵珠置于险境。而且我也不认为你有一起战斗的资格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？那我再说清楚些，像你这样鲁莽冒进、做事轻率一头热、自以为是的家伙，不配加入昆仑。杨天，你在你动手前有考虑会连累到别人吗？你是要我认命不反抗？不可能。那要是我们没来，你逞了英雄，其他人呢？我已经有能力保护大家，请你相信我。没这必要，你乖乖待着就好。我向他发过誓，要为了大家燃烧自己。为了大家，你更不应该去战斗。不，我要一起战斗。唉，真麻烦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用那个来决定吧。啊？模拟对战，赢家说了算。哼，我一定要让你认同我。火莲觉醒。哼，天眼战甲。只要你碰到这苹果，就算赢。少瞧不起人。果然封神积木的能量输出只有5%，现在的李小扎远不及那时候。飞燕玄刃。你输了。还走着呢。我说你还没发现吗？杨天他只用了一只手。我当然知道，就算这样我也绝不要认输。
江鱼，到此为止。不，李小扎激烈的感情正让灵珠的能量上升。我不要被保护，我要成为战士。我不要被保护，我要成为战士。看好了。烽火战轮，什么？这是。是你赢了，对吧，杨天？哼，记住你说的。呀呵，太好，太好了！总部传来消息，疑似风神积木的巨大能量反应出现在北大荒原。啊！北大荒原。